在偷偷的配合，像误会吧隔阂，逼退到了角落，可不懂我们这是怎么了，因为还在闪烁。这房间是我妈订的，可能订错了。恋恋不舍，所以想念。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总是只顾着忙工作，很少给你准备什么惊喜。其实现在想想挺对不起的。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会经常给你惊喜的。现在说这些是不是已经晚了？对了，我和阿姨约了一起泡温泉，我先过去了。青青啊，昨天晚上小周都跟我说了，我知道你们俩已经分手了，也知道你们之前订了协议。后来你还发现你父亲有顾氏的股份。阿姨，您都知道了。其实小周不是为了股份接近你，我和他最近才知道股份的事。最开始他是因为历城的遗愿想娶你，我知道后立马就去阻止了他。不管怎样，结婚是他自己的事情，就算历城是他爸也不该左右他的婚姻，是吧？可后来小周告诉我，他喜欢上你了，他是真心想要跟你在一起。阿姨，如果南周这么说只是不想让叔叔失望呢？南周这孩子从小就很听话，南星去世以后他更是一次都没有违背过历程，而且为了让历程满意，他甚至宁愿放弃动画去学商科。其实我知道他是因为南星的事而内疚，所以他才逼着自己活成他爸爸期望的那样。原来他是背着这么大的负担来找我结婚。可他想和你在一起，是因为你让他挣开那些期望，让他活得不一样了。说不定你们分手后他还偷偷哭过呢。来，喝点水吧。嗯。青青，你怎么了？青青，青青，你没事吧？青青，青青，青青，你醒醒！啊，我来。慢点啊，小心。慢点，你醒了。你最近经常熬夜吗？也没有了。那你喝点温水吧。谢谢。其实你妈妈不在，你没有必要这么细致。累了就好好休息，我就在这儿，有什么事随时叫我。
泡个澡舒服多了，浑身真轻松。你要喜欢，我下次还陪你来。真乖。你身体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小周，你来看，这里还留着我们一家四口来泡温泉的合影。记得那个时候，我们经常来泡温泉，真的很开心。一晃都这么多年过去了。青青啊，你看，这就是小周的哥哥，长得挺帅的吧？嗯，挺帅的。我记得那天我爸还骂过我，说我什么都比不上我哥。他就是骂人骂得凶，在背地里总是跟别人说你特别聪明，从小就会编故事。小周啊，以后不要什么事情都想着你爸，他怎么想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怎么想。我是因为我妈的遗愿去找你的，可我喜欢上你，跟其他一切都没关系。其实我很感激那份遗愿，因为有他我才能遇到你。我看你这样睡容易着凉，就给你盖了件衣服。谢谢。那个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家了。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打车就行。走吧，这是幸运的福利。